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水灵。那今天来介绍的是如何用 Neoasis 制作一款 3D 模型的 2D 平台游戏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这个专案里面可能需要用到一些吊桥，还有一些方块。看你自己喜欢的话，可以拉一些怪物跟僵尸重生点之类的。我们还需要一个死亡的重生点在下面。那首先我们一样按 File，然后新增一个专案，在这个专案中，我们需要用到的东西基本上都自己去新建，我们留天空就好。然后创造之后呢，我们在右边的 代表下面，我们可以找到 light，在里面找到 light 灯光，把它放入底部中。然后我们点选灯光会出现属于视窗，我们在下面这边把它的光源种类改成方向性。在这个专案中，我们需要更改的地图有三个地方，那我们要先把 game type 的种类把它改成 Run from demo 平台游戏种类。之后呢，下面这边有一个重回 Y 坐标，我们要把它从 false 改成 true，这样等下在 Y 坐标上面才不会有比较大的问题。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环境灯光，地图的环境灯光，我们要把五张拉到三个都是25，灯光等下打在物件上面才很亮，不会有暗的问题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在右边拉方块，我们到 map 下面有一个 Run from demo，我们按进去会有一个 type，那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方块啊，或是说地面这些，我们先把它拉进来，然后我们就按 U 把它缩放，把它拉长，做一个地面。那另外这个 bus 它是没有办法放大的，这个 bus 呢，它不支援缩放功能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一个垫脚物或是障碍物。那我们统一把物件，把它的坐标 Y 坐标设为零，Y 坐标把它设为零，这样让它们能在同一个起始点上面。那有了地面跟障碍物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设一个角色的起始点。我们一样在上面的 Base Type 下面有一个 Base。我们可以找到 spawn point 角色重生点，我们把它放在一开始的这个地面上面，这样我们角色重生就会从这边开始。我们勾选 spawn point 的属性视窗，我们在下面要更改一个 default point，我们要把它从 friends 改成 true，这样它死亡的时候才会自动回到这个重生点。之后我们就调整画面，把它调整为我们这个视角，让它看起来比较像平台游戏。然后我们勾选上面的 map，我们要进去更改下面 map 的属性，下面有一个 FOV，就是聚焦，我们要把它调成40，这样比较接近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按右上角来测试一下游戏中的内容。我们就可以看到角色像一个平台游戏这样在走动，然后碰到物件也会有人比较。有了角色跟地面之后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放一些障碍物跟怪物、武器之类的。那我们在右边属性视窗可以找到一个 unit，你就可以放入我们以前用过的蜘蛛，或是一些机器人，还有僵尸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有了敌人之后，我们就放入把武器。我们在 item 下面可以看到一个 weapon item，然后放入一把霰弹枪在我们角色前面。这样进入游戏，我们就可以角色捡到枪，然后开始过关，就开始调这些怪物的位置。我们要把它改成调到平台上面，跟 Y 坐标跟平台同一个位置，然后所以全部都要把它设为零。Y 坐标的所以，那这边要注意到说你的
地面的这个坐标，我们是一的话，那我们怪物的坐标就要大于一，要不然它会陷到地面里面，就会直接掉下去。所以我们把它设为二好了，这样我们就会站在地面上面，然后就会来攻击我们。把它统一怪物都设为二。那设好之后，我们就把它转弯，然后面向我们角色一开始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执行游戏测试看看。我们就可以看到怪物来攻击我们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攻击怪物。有了基本的武器和敌人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设角色死亡符号如何指挥这个重生点的问题。那我们在右边的 map 下面有一个 Grandphone Demo， 我们在里面可以找到一个代理卷，就是角色死亡的区域。那我们一样把它点击放入地图之中，然后我们去缩放它的大小，让角色碰到这个的时候，它就会重生回这个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点击它去更改它下面的一个属性。在这边我们可以找到它的 damage 伤害，我们把它调成10000，10000好了。然后角色碰到这个，它就会瞬间死亡。那死亡的时候，我们把它调成1秒。一秒它就会瞬间回到我们重生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跳下去死亡，它就会瞬间回来这边。那我们调整一下它的这个触碰的这个位置，我们一样要把它的 Y 坐标调为零，然后再把它往下，把它调为零，之后再把它的 Z 坐标往下拉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执行游戏测试看看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角色跳下去碰到这个死亡点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回水回到这边，然后就会有一个重生的效果。那我们的游戏基本上就算制作完成了。那我们可以替它增加多一点元素，我们可以在右边的一样是 Grandphone Demo 的地图里面，我可以找到它的内建模型，像是吊桥，或是我们可以再多拉一些地形，然后去更改，让它地图会有一些难度。那这一部分就是看大家想要怎么设，可以自己去调。那我们也可以按 Y 旋转，让它做一个协调的方面。那记得调的时候都要把它坐标调为同一个坐标，要不然他们可能会跳过去踩到不同的坐标上面，然后他们就会这样掉下去。就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个传送门的地方。那我们在右边的 Types 下面有一个 Delay Map，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Teleport 传送门，我们可以放两个传送门到地图，一个传送门放在你想要传送过去的地方，那一个传送门放在你想要传送的传送点。之后呢，我们一样就是要把它们坐标归零，我们要把它的 Y 坐标统一设为零，把两个传送门的坐标都把它设为零。然后我们在下面的传送门的属性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选项，如果我们有两个传送门，它可以让我们直接选，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打地图的名称去传送。那我现在放在这边传送门是一，我可以直接勾选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执行看看。当我走到一的传送门的时候，它就会直接传送到零的地方。
我现在走进去，然后它就会传送到这个地方来。那这样也比较不会有类格性的问题，它不需要再重新开这个地图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游戏就差不多算是完成了。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各位。